河滨电台福建活动中心落成到即马已经年关，因为这个活动中心真快，庙方同时嘛有设置关怀祭奠的拍算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暂停实施。啊，毋过场地是开放空间，颠倒成为真侪社区民众运动休闲的好所在。庙方嘛趁这个势，将场地借予运动团体来使用。河滨台福建活动中心落成已经超过一年，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和关怀祭奠甲共餐计划只能较慢才来实施，但是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场所，非常适合民众休闲运动，甚至伫咧疫情期间，嘛无因为防疫规定受到伤过侪限制。运动团体表示，非常感谢庙方借场地给囡仔来使用。因为伫咧疫情期间，真侪学校甲机关拢因为政府的规定，无方便将场地借出去。只有大福宫愿意将所在免费给因来使用。大福宫总干事表示，会当予大家愿意来到这活动是好代志。八公啊甲良心嘛，希望看到这人气兴旺。目前大福宫活动中心有两个课程是固定的，欢迎大家做回来运动。咱河滨大福宫吼，咱即摆就是讲，咱即个基湖活动中心成立了后吼，咱虽然是要办未来一挂迄个老人共餐啦吼，啊照顾社会一挂活动，但是咱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今年吼先开班一个爱舞蹈运动班吼，啊佫有一个养生拍打工，吼啊这拢是伫拜一拜二。甲拜三拜五有一个时间吼，啊有公布伫阮大福宫基湖活动中心的内底，吼啊希望有兴趣的人就会使来参加吼。即摆已经试办拢差不多已经还有三个外月啊，吼啊无一定爱咱大卡店的人，吼咱国里的人拢会使来。吼咱阿健即个活动中心吼，除了这两个活动了后，吼当然咱其他的时间若有民众还是讲国里的社区有要办什么活动，需要着场地吼。啊，嘛会使甲阮联络啦吼，啊，阮会使，吼，阮一般拢是无偿来招人啦，招人使用吼，啊，办较好诶活动，吼，啊，即个舞蹈班甲即个拍打工吼，对咱诶身体拢有真大诶帮助，吼，啊，真正有人兴趣就来大福宫吼活动中心这边来看者，安尼知影讲要安怎报名，要安怎来老师报名。舞蹈班校员表示，因为大厦里社区活动中心逐暗拢活动。因此有了这个所在会当使用了后，大家更加愿意出来外口活动，也当将人群分散，让大家拢有更加大的空间会当使用。去年就开始疫情之后开始在这边运动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些姐妹都喜欢运动，嘿，运动对身体很好，所以大家就决定来这边运动。啊，刚好这个大福宫这个很好，他们要让我们在这边运动，嘿。就土风舞，一些土风舞，系啊，对。啊，跳跳，大家讲下心情，大家有感觉有什么改变？变年轻，变漂亮，大家都变年轻，变漂亮。对啊，对。广场舞，一些比较会跳的舞啦，运动啦，大家跳舞健康就好，跳什么都不重要，比较老的歌。回想看这以前的歌啊，还有这样，跳舞什么比较健康哈、比较有记忆，比较不会老，我教的舞蹈的时候，对我们比较不会伤到膝盖，比较他健康的舞步啊，他就属于他健康操这样啊。除了提供给民众暗时休闲使用。大福宫嘛，正在积极开办中辈共餐计划，希望让八公爱大会当庇荫每一位信众，让大家拢会当得到照顾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